全港咧首個運動咧 crossover 電競嘅競技館咧就登場啦！我而家就即刻帶大家睇下入邊有啲咩玩啦！全長3400尺嘅體驗館咧，你可以玩五大運動，化身成為咧專業嘅滑雪選手、騎師、拳擊手、蛙艇選手同埋單車手嘅。頭先咧，啱啱我就玩完呢一個賽馬啦，咁咧佢就係以沙田咧馬場為實景嘅，咁真係好攰好攰，要用好多力。咁但係咧，我最後咧係包尾，但我相信咧唔係我嘅問題，只馬嘅問題。今年咧冬天未必有得飛去外國滑雪，咁咧就可以嚟呢度咧止下癮啦。有多條咧國際知名嘅滑雪賽道俾你揀，連美國嘅國家滑雪隊咧都用緊同款嘅訓練設備㗎。一心咧要爆汗嘅朋友咧，伊波城沙袋咧就啱曬你啦～